感谢关注啊，怎么有那么多人关注呢？咱们直播间只有1000多人了，其他的人就都去哪里了？有一个好事情要跟大家说一下，跟大家商量一下。好久不见了，有没有想我呢？哎呀，这是不是好多家人们都取关，都没有关注我了，或者是他们都看别人的直播去了，都不来看我了。现在我直播间只有2000人了，咱们那10000的非家人都去哪里了？刷不到你，刷不到我吗？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我们先点点赞，我们把这个点赞点到100万，然后跟大家商量一下，这个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，跟大家有一个好事情要跟大家商量一下。有一个好事情要跟大家商量一下啊。哎呀，这都没地方放。你好久都没有直播了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前段时间一直在忙爱美的事情，然后公司这边有很多事情都一直没有处理，然后这次回来经过这段时间，我现在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好了。我相信2024年以后在西的这一年里面，我希望我和直播间所有家人们都只能有好事情发生，不能再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啊。然后这怎么搞呢？把这个地方放哪里？这个然后东西都用电上。来，我们直播间啊，进来的各位帅们啊，先帮王菲点点赞，把这个点赞点到100万来。先帮我把这个点赞点到100万，然后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情。怎么有分？没有，我那个封面没有换啊，我们那封面没有换，你们不要管那个封面啊。没图像。哦，我的封面没有图像是不是？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。刚才忘了拍封面了，封面了。很不健康，看一下。关注的我在关注那里看。你有阿美就忘了粉丝了，你这话说的，你们这话说的是什么？怎么看呢？我怎么可能会把你们忘了？来，我直播家人们，我重新开一下直播，然后我重新开一下直播，我重新开一下直播啊，我光播重新开一下，你们我重新开一下，你们重新点进来。
来，我们直播间进来的各个级帅们啊，咱们重新点赞一下啊，重新点赞一下。刚才就，我关了直播，然后就这个数据都没有了。来，咱们直播间进来各个级帅们啊，先把王菲点点赞，把这个点赞点到100万。然后怎么？你们说啊？现在公司这边的事情也全部处理好了，阿梅的事情也处理好了。然后直播间家人们，你们说接下来该怎么做？你们说接下来该怎么做？欢迎你的到来，是我欢迎你们的到来，欢迎你们走进我的直播间。什么结婚求婚呢？这是不是太早了？这个结婚呀，我们去吃喜糖。不是，咱们这个会不会太早了？来，先咱们直播间进来的家人们啊，先把王菲把这个点赞点上去好不好？先把王菲点点赞。送福利，送什么福利？你们说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做？现在阿梅的事情也处理好了，公司的事情也处理好，这段时间从今天以后应该就不怎么忙了。然后我们可以从今天以后，我就可以天天开直播了，每天都可以，每天晚上8点半准时开直播跟你们聊天。然后现在这个情况，给阿梅表白是不是？上一次我跟阿梅表白的时候，我被她拒绝了，这一次我不知道能不能成。啊，上一次我跟阿米表白被他拒绝了嘛，这一次不知道能不能成。怎么表白？有直播间家人们教我一下。先把这个关系确定了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直播间4000多个家人们啊，先把王菲把这个点赞点到100万，好不好？先点点赞，把这个点赞点到100万。没有，现在这样的话关系是挺好的，但如果咱们进一步把这个关系再进一步的话，是要该给他表白了。但是我就怕上次跟上次一样被他拒绝了，就尴尬了。现在的这个目前的关系就是和好和好的朋友，然后就没有了。不知道阿梅她有没有知道我喜欢她。咱们直播间4600个家人们啊，你们觉得阿梅她有没有人，她会不会知道我喜欢她？她知不知道我喜欢她？他知道是不是？来，我们直播间5000多个家人们，怎么回事？咱们现在你们现在都不愿意帮我点赞了是不是？
你们现在都不愿意帮我点赞了。我的手都点痛了。87万了啊，马上到100万了啊！连麦呢？要连麦吗？不是直播间家人们啊，咱们就先不要连麦。我是在想，咱们你们说，我今天就是开播跟你们商量一下，咱要不要明天跟阿梅表白，把这个关系确定一下。我这么做啊，会退了吗？会是退了的，应该。但是怎么个表白法呢？你们觉得行不行得通吗？我明天跟阿梅表白行不行得通？你们觉得行不行得通？行不行得通？还是，再等一段时间看看。我觉得不要再等了，再等的话，中间又出什么幺蛾子就不好了。安姐，你觉得呢？这边，啊，我觉得啊，现在就应该马上应该去表白了，这不能再等。怎么表白？万一他像上次一样把我拒绝了怎么办呢？这个怎么？他啊？这次应该不会了吧？上次阿梅他都把我拒绝了，我这次如果他再把我拒绝了怎么办呢？准备家人们，是不是表白的话需要准备点什么？啊？先准备点什么？要不要有个什么浪漫的惊喜，或者是有个什么仪式感什么的？我也不知道，咱们商量一下。如果要表白的话，准备家人们，你们两种方案，你们选一下。第一种是浪漫的，第二种是有牌面的，你们觉得哪一种好？第一种是浪漫的，第二种是有牌面的，你们觉得哪一种好？准备家人们。家人们给个意见，给点意见嘛。然后我这边的话就准备一下。浪漫的好还是怎么什么样的好？惊喜一点的好还是浪漫一点的好？家人们，地下来名正言顺是不是？哎呀，这个有点，来，
你们如果跟他表白，你们选择浪漫的。